纵贯线回家了，回到出发的地方。纵贯线开始成为纵贯线生在台北。纵贯线 Superband 世界巡回演唱会终点站，1月29、30日台北小巨蛋。回到出发的地方。纵贯线开始成为纵贯线生在台北。纵贯线 Superband 世界巡回演唱会终点站。